哇，这边的山你看很高啊，还隐雾环绕啊，你看那边现在出太阳了。这边的话是贵州六盘水地区，云贵高原，这边的海拔1000多米，好像是有1200多还是1300，1200多。然后你看对面那个山上全部都是那个云啊，然后我发现那个山啊，你看它有那个光秃秃的，好像是曾经有那个画布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看要等一下有没有路上去看一下。你看那座山是不是曾经是那个山啊？那个塌下来，它是那样的情景啊！你看，别的都不会。啊，看有没有路，车子可以开上去。如果走路的话，就是很难上去啊。哇，就这个山太高了，先去吃一碗永乐粉。永乐粉，刚才吃了一碗永乐粉，10块钱，味道是挺好的呢。这也是露营的呢，都是搭着帐篷露营的呢。我今天晚上的话也在这边露营算了呢，是啊，这边的气候很好嘛。白车河啊，这边好像有个景区，就是叫白车河景区，去看一下了。那墙壁上写的什么？再创三个格挡钉啊！不是创制三个格挡钉啊，是炸创三个格挡钉。从此三个个当听，当时我们齐母亲。下去转一下，这不是一个村庄吗？怎么变成景区了？刚才本来想上那个山脚下去看一下了，你看那边有那个山啊，塌方的地方。但是我车子开上去，发现没有路，上不去。哎，就到这个景区里面转一下呢，这个也叫景区啊。这墙上写的什么诗啊？人间四月风飞书山啊，这个字写的漂亮啊。这里有一座桥过去的，哇，站在这个桥上很凉快啊。风景不错，那边还有一部房车。这个是免费的景区啊，不用门票的。然后那个旁边那些地方有很多可以露营的地方，是吧？如果开着长车、房车来这边露营的话，气候相当的好。晚上这个地方还要盖被子，也就是晚上睡在车上啊。
那些山顶上我滑，可能从来都没人上去过的，太高太高了。前面一伙的也是外地来的游客，我发现这边的房子很喜欢在墙上写字，你看一下，你看那边的墙上。人间桂花。这风车底下都没水，水都没有，这风车也太假了嘛！你看一下，水都没有呢，就是水车，哎，但是它会转动。这好像是会转动，哇，真的会转动的。大啊！这上面的还是玻璃桥啊。这个地方叫北车湖景区啊，是不是两边一直很多水车的原因啊？那边又是一部房车录影的呢，这种房车，一堆的水车。这水车的水是上面加上去的，你看，上面加上你真的冲下来，长得真奇葩。这种是用脚踏的吧，你看一下，但是它这个好像是模型吧，这是模型，动不了的，古代的时候灌水的一种工具，就是用脚踏来的，把这水就从底下往上灌。都是模型，这个水车会转动的。难怪的这个地方叫白车湖啊，建了这么多水车。它这个转动的话是真的是被水车冲动的，就不是像有些地方的话是用那个电机大动的，你看这个水啊，
我看到哪一个地方的紧急的，它这个水车也是这么大的，但是它不是水在冲动，而是旁边装了电机。你看它这个水冲到这个叶子的时候，它就是大动了。古代的那个灌溉工具现在成了那个供人家参观的那个景，那个这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，水冲它就会转动，如果这边装一些漏子的话，它就水打打打打打打跑到水槽的上面去了，灌溉到上面去了，低处的水跑到高处了。哦，这个都要塌掉了，你看，这还能爬得上去啊？这个也是灌溉水的，应该用这个这样子踩动的吧，就是水从下面往上灌，然后灌到这里面去。可惜废弃掉了，前面又是一个水车。这一个水车不转动了。应该是没水来了，来不转动了，风一吹都会动。这玩意儿这么轻啊，你看很轻啊，手一般都会动的，你看，你看手都搬得动。前面还有一个风车这么大，哇，这个免费的景区还是有一点特色的，你风火轮水车。风火轮，哎呀，这是我看过了一个最多水车的地方，整条河流两边都是水车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虽然这水车不足为奇，但是它这边数量多，这种要免费是吧？免费参观。这是什么？近期房车营地卫生收费通告。一直在这边露营的话，就是一天收20块钱卫生费，15天的话就是就等于300块钱一个月。就到这边里面露营的，收起垃圾费，1天20块钱。这江面都是露营的，哇，这么多露营车，六盘水这边就是避暑天堂了，是吧？大部分都是老人。
广东来的很多呢。这里想钓了有鱼呀、啊！这样的小溪还有鱼呀、啊，它这里。你看那露营大厅把那个整个亭子都挤满了呢。哇！这也是搭帐篷的呢。这也是开房车的呢，广东来的特别多，因为广东非常的热嘛。你看那个怪兽夜拍的，就是广东的。这些开着这些车露营的，八成的都是老人。这个、啊、车把它遮住了呢，把车把它遮住了，怕人家知道这边露营，身份显得神秘，是不是？这村庄里面都是客栈，还有饭店，卖水果。这猕猴桃怎么卖啊？一个得五块。五块啊？啊，这回回家吃也难卖了。熟了的没有啊？没熟。那没熟怎么吃啊？你来屋几天就吃了，然后回家窝会儿猕猴桃。我晚上就吃完了。哦。买鸡蛋，买夹豆。啊。买生吃的这个花生。啊，看一下。猕猴桃还没熟就卖。这个村庄主要就是靠外地游客，饭店跟客栈最多了。人家外地人来这边避暑的嘛，是吧？这边的气候的话，大概就是20度左右了。青云寺。小一辆走了。